王连、张健、楚红，你们为第一组，你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并控制董浩，并迫使他供出毒品的外人地点。不要把你自己搅和到朗姆跟何阳中间。那我做什么呢？我们只是坐山观虎。哎，这就是林飞，他跟董浩来往密切，董浩设的，他不会没有关系的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喂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还不过来？那两辆破车停在公安厅，凤庆那边肯定来人了。漂亮！哟，快看，快看，看那边！哇，太漂亮了！这江山如画，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都到了，来来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哎，吴光林呢？哦，吴光林已经开始行动了，好，赶不过来了。行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为你而来的客人。这位，嗨，你们俩比我还熟呢。这是边防总队的齐参谋长，你好。这是省厅的孙局长，禁毒局孙局长。魏处长不用介绍，知道了吧？认识。是这样，这条线索呢，本来省厅和市局啊抓了很长时间了，没想到凤庆县局啊一下子就给摸到了，而且摸到他的根，所以省厅研究决定，这案子就交给你们，你们一定得给我把他拿下。是，只管全力以赴的工作，碰到什么问题，找魏处长，他负责给你们安排。明白。张局长，这是我们的联系方式和协作方案。那我们就研究一下下步的行动方案吧，好吧？厅长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祝你们成功。好，走。教练，别太着急，咱们早晚都会在一起的。那得等到他老死。我知道，你一只手就可以吓死他。可现在，不论是你还是我，在这个地方，都还不具备自立门户的条件。必须忍下去，为了我，也为了我们的将来。可是，每次我看到你和他进他的房间，小心那个老东西。
他现在由于 NBA 的这个推广啊，越来越深入人心。好，那传球好球，好球！哦，进球还有加罚，你看看，他都是在。谁呀？哎，什么事儿？哦，马上就到。哎，起来了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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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那个就是他。不会这么早起床的。没错，闭嘴。是我，是不是他听到什么风声了？你先跟着他，特殊情况你自己处理，不必请示。村长就窜出被窝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这里还没动静，先沉住气，记住，绝不要惊动他。哎，就这样。董浩这么早外出，肯定有问题。魏处长。你认为呢？应该不会走漏风声，先不要惊动他。对。亲爱的。不是你管着吗？背着文条龙，你了不起啊你！切！亲爱的，你小白脸，你明白吗？你还嫩呢，明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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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们老大等你呢，快点！你好，请您进车。哎，这就是李飞。他跟董浩来往密切，董浩设的，他不会没有关系的。跟着他，他们可能闻到了什么。我信不过何阳手底下那些小白脸。好，我立刻去见朗姆。我估计凤庆的张友川他们也到了昆明，我们肯定在什么地方走漏了风声。你最好不要跟何阳见面，也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是老板，
另外，不要把你自己搅和到朗姆跟何阳中间。我们只是坐山观虎。那我做什么呢？你想办法了解一下，凤庆的公安是不是真的到了昆明？再准备一些炸药，下一步怎么办？我考虑好了再通知你。好的，老板。为什么不现在告诉他？啊？哦，我还没拿定主意，是不是真的要干掉拉姆跟斯拉尔？如果你愿意把35%的利润给他们，我无话可说。何阳是整个西南乃至整个长江以南最大的海洛因买家。如果我们总是通过别人和他交易，我们每年损失的利润就是几千万。况且，你要在毒品生意上独霸东南亚，手中又没有何阳这样的直接买主，不和这样的人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，你就好比少了一条腿。敏哥，别说做霸主了，恐怕你连站都站不稳。那你说，我们怎么办？先稳住他们。而且我们还要确信中国公安对这次交易确实没有威胁。要做就得做得万无一失啊。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妖精。你才是妖精。校习科考吗？哪有那么多铁板钉的事儿？中国公安鬼的鬼，没准什么时候从你身边就冒出来。那明老板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发水之前见堤坝，凡事赶在前头。江先生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？凡事赶早不赶晚，但我们需要的是二从无名啊。我就是你们的耳朵和眼睛，明白吗？行了，我走了。你们和何老板商量个地方，立刻通知我。明老板让我协助你。发水，发水是什么意思？好了呢。张军，咱们这个车是不是有点太扎眼了？有道理。不行，张军，你看看后边有没有空的出租车。快看看，有怎么？你马上下车，拦一辆空的车跟着他，我会跟你联系。哦，知道了。师傅，
跟得慢一点。喂，魏叔吗？我带咱们自己车，正在追赶你。路线如果有变化，请立刻通知我。好，知道了，就这样。车继续跟踪了，不，做得好，我们也已经在出租车里了。喂，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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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辆都没有。啊，啊，好好。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啊。有个屁，那个乡不老的话你。喂喂，别说，今天早上我还真看见一辆。你别吓唬我啊！千真万确的事儿。确实没有。没有就好。啊，嗨，破吉普满街都是啊。行行行，咱们待会儿见。前面那像是什么人？犯了什么法？杀人犯。你说犯了什么法？他身上有枪吗？有。那你还是换辆车吧。你怕死？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大小都指望我养活呢。我也是。喂，那是我。你跟上来了吗？我就在你后面。你在我后面停一下，我这位司机师傅让我换一辆车。好，靠边停。老板，我到了。上来吧。
董浩，你认为是谁走漏了风声啊？何总，您觉得江秋那个乡巴佬说的话真的可以相信吗？今天晚上的事情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，谁也不可能说出去。没办法，这次是明来特别叮嘱的，我们必须小心。就凭两辆都不知道开到哪儿去的破车？那可不是什么破车呀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它随时都可能变成阎王爷的勾魂牌。那何总打算怎么办？等。等？以不变应万变。那您还这么早把我叫过来？到时候你是知道的。坐。局长刚刚打过，说厅里车马上就到。刚才把姓董那小子把手机给关了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没错吧？局长，董浩去的地方我查清楚了，是一家公司，叫恒天珠宝，全称是恒天珠宝翠玉中国总公司。啊，恒天珠宝翠玉中国总公司，我记住了，我马上请省厅来查这个公司。等等，局长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对不对。没关系，你说。像这样一次吃进200公斤毒品的人，他年的进出量不会少于一吨。那么就说他是一个很有实力、社会根基很深的人，绝不是一个一般的毒贩。我这想法成立吗？有道理。往下说。如果我这想法成立的话，我认为就不能按常规手段去查他，特别是现在，他可能对我们的行动已经有所觉察，对他任何微小的惊动都可能使我们前功尽弃。你的意思是？要在保密的情况下来查他，要按最高级别的保密程序查。我马上请上，然后通知你。谢谢局长。师傅，多少钱呢？钱我不要了，你走吧。那怎么行啊？来，怎么不行？你快忙你的去吧，你们抓毒贩为民除害，我帮点忙算什么？师傅。您的心意我领了，可是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啊！你看那表上都35块钱了，那么，要不你收30块钱也行啊！来，你这警察怎么这么啰嗦？快忙您的去吧，有这功夫，这些钱我早拉回来了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师傅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，麻烦您跑一趟啊！好的，谢谢。他们的担心是必要的，稍不谨慎会前功尽弃。是的，我明白。再见，张局。林厅长同意我们的看法，也同意我们的想法，用最高保密程序去查那个恒天珠宝。太好了，这回不愁抓不到这大鱼了。你这个吴光林还是蛮有脑子的嘛。嗯啊，胆大心细，是个好小伙子。哎，你可别惦记我的人啊，我身边可就这么几个宝贝。看看看看看你，还挺本位的啊。事情怎么说，吴光林，我坚决不能放。放不放由不得你，到时候厅里一张调令下来，你不放也得放。求你跟我捂着这儿好不好啊？我们一线局更需要绕的人才啊。看把你急的，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。魏处啊，说别人我不知道，光林我还真有发言权。那你说说，光林这个人啊，那可是全才。手脚的功夫，那是相当不得了了。再说，他的枪法，打得又准。你听说过百步穿杨吗？我知道。哎，那就是说他。现在，刀法练得也不错，对吧，曾队？跟你学的嘛。哎，你好像今天话多了点吧？哦，你不说话的时候，你们说我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，这一说话又嫌多。
哎，是，别处的兄弟们也都在待命呢，哈。哎，明白。你说那个叫？江秋。这个江秋怎么还不来？不知道，我给打一电话。哎，不用，我们现在最好别出声，没准门口就趴了一只豹子。别害怕，我就是打了个比方。那咱们就这样坐着。小伙子，耐心点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不能进去！哎，我找你们领导反映情况。你不能进去！哎，我有冤屈，有冤屈我要告状。你不能进去！法院？对，公安局难道不管我们老百姓的冤屈吗？你有冤屈，你要找法院。你起来。那法院在哪儿啊？往这边直走。谢谢，对不起啊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喂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怎么还不过来？那两辆破车停在公安厅，凤琴那边肯定拦人了。车牌号码对吗？车牌号随时都可以换，可车我一眼就能认出来，他们骗不了我。你跟你们老板说一声，我不是找他的。我去那种地方太扎眼，我不敢说雷子已经盯上你们了，但是按照原计划肯定有麻烦，听我的一点问题有没有？行了，我挂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找地方待着，你们安顿好了，给我一句话就行，啊。这小子果然聪明，不过今天的事儿有点奇怪。奇怪？是啊，明来以前从来没这么关照过。今天怎么了？也是，货他都出手了，现在还担心什么呀？是啊，如果他想拆掉中间这座桥的话，那我们就有好戏看了。哦，你是说他想？明来这只老狐狸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，不过这不关我们的事，我们要的是安全，还是要谢谢他的。何总，咱们现在不会已经被人家盯上了吧？待会儿就知道了。喝茶。说。我们是安全的，何总，这个人可信吗？我告诉你，听着啊，如果你来到我这儿被他们发现了，他们就会立刻调查我，他们会在电脑里查到我所有的资料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他们一旦碰我的资料，我的人会立刻通知。好了，谢天谢地，我们是安全的。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早把你叫过来了？何总是怕我带了尾巴。事实证明你没有。那何总，咱们的时间和地点可以不改了吧？不，那个叫江秋的人说得很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这是中国老百姓几千年传的话，这是大智慧。
这样，你去和林飞会合，告诉弟兄们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乱动。出发前一小时，我会具体通知你的地点。是。去吧。当心。放心。明哥，河阳这边您不用担心。对呀，阿江说的对，他就是觉察到了我们的意图，他也不会怎么样。不，他一定会压价。那就让他压，我们还是能多赚。你错了，朱莉。做别的你可以，做生意你不如我。如果我们这次让他压掉了0.1%，他就会得寸进尺的压1%。嗯，所以啊，我这次不但不会往下压，我还得往上抬。抬？他能同意？你们想啊。现在整个云南公安都在搞缉毒天网行动，那外面的货根本进不来，他手上恐怕也没有存货，他怎么可能放弃这么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呢？我已经打听了，现在海洛因的价格比年初的差不多翻了2番，所以，我就是再把价格抬高10%，他也会卖，因为他从别的地方根本弄不到。不过，我们不能让他察觉到我们下一步怎么走。我得一直让他认为他在和朗姆·塞莱尔做这笔生意。到最后一刻，我们再出手。Yes， 对我们来说，这最后一刻就是最没有危险的时候。阿江，嗯，你在最前面。什么时候出手，你把握。是。还有，交易的时候，你不要出面，让狐狸去。行。如果我们这一次始终都没有出手的机会，那就让这批货和朗姆·塞拉尔。一起完蛋，炸碎他们！最后还得让何阳感谢我们。这家怎么没动静？也许他们正四处打听咱们的消息呢。部队，魏处让我把恒生珠宝的资料给你。你走，谢谢。这家伙做的全是跨国生意，斯里兰卡的蓝宝石，以色列切割的钻石，缅甸的翡翠，完全具备进出口毒品的条件。确信没被我们盯上了，哼！要不怎么走那么飘呢？下注华虎蝶。华虎蝶？什么比喻？
变了。已经过了交易时间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这么干等。先别急，再等等。要不我先下去看看。行，注意别打草惊蛇。好的。包了个茶馆在打麻将，去外边也没看见有人进去啊，都过了两个小时了。那他是不是在故意在勾引我们上钩啊？很难说，可如果他今天要改变了交易的地点和时间的话，咱们就很难用其他途径再取得情报了。那要不把这个小子抓起来问问。不行，说不定啊，他们现在跟咱们一样，都在盯着他呢。我知道你在哪里。